天空很美，路树都倒了，倒了一整片，这边也倒，这边也倒了。更夸张的是这边整个拔起就算了，听说又有台风要来了，路树接二连三的倒，这边也倒，这一整排都倒了，好可惜哦。为什么呢？是没有做好防台吗？台湾人要珍惜这些森林。你看，这个也倒了，都连根拔起。希望政府能够很快做好防台，因为台湾真的很美，台湾是一个宝岛，美丽的台湾，用一分钟看世界。